我哥把酒店台球房给租下来了，大家都在那边。我要去找一趟教练，你要是不着急的话，想不想去啊？你想让我去，我就去。哎，小师妹来了。师兄，今天这么早？小果儿，我以为你至少晚上才来呢。嗨，我教练找我，你们怎么都过来了？啊，本来要去参加巡回锦标赛，但是六哥说让我们先过来这儿，估计是担心你一个人自己参加职业赛。啊，我教练呢？一直在等你们。不过刚我看王教练，找他说了点事儿。行。那我先去找教练了。那你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好，我最多20分钟，或者半个小时，很快。不着急。兄弟，幸会。哦，你好。打球吗？啊，偶尔吧。业余的。进我们北城包场的球房，按规矩都是要走一杆的。斯诺克不打。就球。那给他摆个中吧，用九球的桌子。能进我们包场的地方，要么是自己人，要么是朋友。想做朋友的话就走一杆，否则很难服众的。除非你说你从来都不碰，完全不懂，那我们就不强求了。是不打斯诺克吗？对，不打。红球你们随便摆，50球，有3次没落袋，就算我输。他是内行的，看出来了。面对我们这么多人都不慌，一看就是心里有底，手上有活。不要太温暖他，给他个简单的开场，礼貌还是要。第二球。第三颗，
可以啊，兄弟。哎，来晚了，没凑上热闹。没什么热闹，简单做点训练，练练手而已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教练陈教练。陈教练您好，林一阳，陈放。他可厉害了，刚才全都进了。这位呢，也是来之前我才听说的林一阳，当初和你们六哥是一代的选手。怪不得，我就说怎么这么专业。幸会。你不是要赶火车吗？啊，得走了。我送你，赶紧走吧，别耽误了。好。有傲气，有骨气，也有风度，配得上你。去吧。我很快就回。So short to say it out.